雾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车子往前开，让我们的后视镜旁边哈，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是大于多少？大于70。那么我们的后视镜过了旁边的这个障碍物，我们就可以往左打死方向盘往前开。同时我们是盯住我们的后视镜，大家可以看哈，我们的车身是刮蹭不到后面的这个车就安全。而且前面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刚才我们前面是车头是盖住了咱们障碍物底部高一点点，那么都没有关系。那么我们把车子往前开，方向盘不动，因为前面又有一辆车。那么等我们的这一个车头哈，我们不会看点的，就是车头线和咱们旁边这条线重合了以后，那么我们再回正方向盘往前开，此时啊我们的车也是安全的。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也只用注意这几点，我们再来开车你会发现啊非常的简单。